我觉得就当就还是当自己吧。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个性，会让人家注意到不同吧。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感觉嘛，那不一定你的个性没有人会喜欢，总有一个人会喜欢你的个性的。那其实要怎么表达你对对方的？感觉或者是爱的话，那也是一个不同的说法。那其实我觉得男生最主要就是喜欢被逗吧，我觉得男生蛮喜欢被逗的。那其实，受到一个女生讲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话，那就是可能子琪这个角色非常高非常帅，然后小杰就说你不怎么样啊，就是。我觉得你还好啊，就是有一些逗他，给他一个挑战性的，我觉得男生非常欣赏这一个部分，然后也欣赏这个女生非常有趣，应该就是要有一些挑战，也要一些可爱，也要一些很真实的话，会感动一个男生吧。